才能避免撞壁撞墙。真很感恩的看到了昨天三拿减灾希望工程开始了，这个学校呢也是来拜托慈济能不能把这个学校呢改建，为了孩子的安全啊，我们也接下也为他呢改建，昨天动土啦，相信这个学校也会很快呀、啊，就让它又是呢啊美而健壮哦，那孩子们呐、啊、就可以呢进入了安全的教室里安心读书。那其实呢，我们从3年前呐、啊、这。屏东啊，开始好，我再提起啦。现在呢，地大不调、四大不调等等，那我们的委员，那就是孩子的阿嬷，她听到了就说，靠近师父的身边说：“师父，我嘛真烦恼呢，啊，你烦恼啥嘿？啊，阮孙哦，读书会读好。”就是师父，我真烦恼的，就是师父都在讲，万一那地震啦，好啊是安怎？伊讲哦，啊，迄铁筋拢已经红门土落落来啊，就看到真担心地动呢。那万一啦，好我真担心。安尼，我转来呢就开始就说。请营建处啊，去绕一下，去看看屏东的学校老旧到什么程度。果然他们去了啊，就真多囡仔好好其中来评估了以后呢，真的要优先呐、啊，赶快及时改建的。有国经哦，那就这样子，很快。就在1年半呐、啊，五间学校哦，那焕然一新呐、啊。今年的年初呢，孩子已经呢搬进了新教室里读书啦。刚刚我们看到的围楼教室，现在所看到的足勇敢的哈、哦，很壮的。学校啊，那的美啊，又是巩固的学校。现在呢，台东有9所，我们也在工程中啊，这都是减灾工程。花莲呢有6所，也是在工程中，还有几所在补强，还有呢几10个学校的。这个厕所都在呢改建哈、哦，还有呢，这苗栗呢县长也是啊来提起了有几个学校也需要我们再评估啊。那实际为了减灾，所以我们呢期待着。教育的学校，这是孩子的受教的摇篮，要让他们呢很安全的能安心得到了这个知识教育，这都是我们现在呢真正的要提高警觉，要。身体力行，采取行动，这种减低灾难了。万一有灾难发生，也无灾无难的过去。所以期待呢，人人平安呐、啊。只要人平安呐、啊，这才是真正的
人间家庭的福，所以现在啊，慈济在进行中的呢，还有这么多的工程啊，责任很大。不过呢，我们为了社会安全呐、为了孩子呢安心教育，慈济向来都是呢起社会用在社会，社会需要呢，我们总是呢义不容辞而去付出啊，这都是大家点点滴滴的爱心累积啊。那昨天呢、看到了花莲的慈中小毕业典礼，好可爱哦，很感恩呐、县长啊来祝福，那校长说话哦，都是呢充满了爱的勉励呀、接下来就是学生上台领毕业证书，哇，看到了的幼儿园的孩子好可爱哦。那他们呢，事先呢、要先向着师长、父母、姨的妈妈、爸爸们先致谢礼哦，好整齐这样的行礼如仪哦，他就可爱了。上台的时候呢，哇，好整齐耶！我一直很佩服啊，佩服这一群呢幼儿，他们呢几个钟头呢很自在哦，都没有一个呢乱动，好自在的做得如规如矩哦。这种的教育是怎么教育出来的呢？好整齐，看他们如小大人一样的哈、好，这种威仪啊。那还有呢，就是节目啦，学生自己编自己规划，由老师来指导，看成长的感恩。感恩老师，感恩他们成长的环境啊，这种的爱的能量哦，给予他们的伦理，给予他们的礼仪，给予他们的教育，他们呢把它唱出来，肢体表达出来啊，从幼教、跟小学、跟中学、高中，等于四个阶级的教育啊，融会贯通呢，在一场，好，在同一个舞台上啊，哇，无个一个突出啦！你看我们的这么小的，还是跟大哥哥姐姐呢，都是一样的哦。这，尤其是司仪的那样大将之风啊，小学五年级。男生，好、你看一下大汉机性呢，踢很高的，这脚底哈、踢得很高啊。那女的，就是高中二年级，这样配合起来的司仪呀、真的都是呢，很有大将之风啊。无够有一句话哈，叫叮当起来，真的感觉。这就是未来的希望，明日之星啊！而且呢，用爱教育过来，我真的很感恩老师的耐心、爱心的调教。我更感恩呢，我们的慈诚仪德从建校啊、复校啊，而且啊陪伴呐、从幼儿园一直陪伴到了高中。这样的一直陪伴孩子们的考试，高中呢，今年、考大学的成绩都很好，那也有从幼儿园升到了慈济的小学，那从小学升到了
国中，从国中呢升到高中哦，那从高中呢也考上了慈大。可要知道，考上慈大是不简单呐、啊。最重要的，他们的生活教育呢，从小学四年级就带入了爱心关怀。穷困的人家，那就一路呢，从这小学、中学、高中，这以他们的成长过程呢，把他带入了。可以投入社会，帮助人群啊！说来话长呢、啊。总而言之呢，这样的教育，这样的校园，这样的建筑，那这样的人的爱的能量，所以我们的孩子呢，真的是可圈可点哦。